OK，各位网友，大家好。那有朋友在这个 YouTube 的后台给我留言，说希望可以录一个 K3 的视频啊。其实我并没有使用过 K3 路由器啊，所以我问他要了一点信息。这些信息大概就差不多了吧？我觉得我就看了一下配置文件啊，就是配置文件里面大概有。就这几个选项需要修改，啊，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就手动去编译一下，应该要怎么做啊？那一样的，我们还是基于这个 LDAP 组件，就 LDAP 组件也是社区比较流行的，我们基于这个组件来做编译，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然后嘛，界面也好看很多啊。那我在我的 Linux 系统里面建了一个 K3 的目录啊。我先把它这个克隆到本地来。那这个编译嘛，其实我们就照着 LDAP 的这个文档就做就好了啊，我都不想敲了。这底下有一个，所以。之前我也讲过啊，大家要有一定的好奇心啊，我们把这个打开，这为什么要打开？对，是个秘密。OK，然后我们再执行这个，去更新它的 face 啊。Hello World 了，是最后一个，OK，在这里，然后把它插 install 进去，然后叫那个 menu config，这个刚刚说过，就照着这个上面做，就这几项嘛，然后嘛，反正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让我帮他编一个 K2 的，说要一些在 Lucene 里面 application 里面要一些东西的。那大概的我认为一些必须的吧，我都会帮他放进去。好，知道了啊，它的缺省的 target 是x86，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的是什么？Broadcom。哦，它有两个不同的架构，一个是 ARM 架构，一个是 MIPS 架构的。那我也不知道这位小哥哥用的是哪一款的 CPU 哈。那先选 ARM 架构吧，我觉得 ARM 可能会通用一些吧。MIPS 不知道。那这里那个小哥哥如果他在看视频的时候，他自己注意了，他的选择。是要根据他自己的 CPU 架构来的，那我们先选这个，因为它是5333的嘛，那 OK，我们先选 ARM 架构的吧。如果不是 ARM 的，那就选下面一个就好了，就只有一个选项。然后 profile 应该是有 K3 的，我们找一下，那有的有 K3，我们直接选 K3 就好了。那剩下的嘛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要不要把它不建议改吧？剩下的都不建议改吧，因为它并不是 x86 的，对吧？那如果是 x86 的嘛，然后刚刚有说过 utilities 里面有一个选项，这个选项是它的 LED 灯，我往下找 K 打头。啊，在这里他已经选上了，那 LED screen，这是 LED 灯，要把它选上。啊，剩下的我们只有 Lucene 里面的东西。那 Bootstrap 好看吗？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 application 里面有哪些东西？那 AD block plus
这个加上吧，一般都用 ADBYBY 啊，所以有了它这个 ADBlock 就不太需要了。然后嘛，就是这两个都是下载工具，不要了吧，一个小 K3 路由器装这个干嘛呢？对吧？DDNS，我都自己写脚本搞定的，所以我不用他自己的东西。哇，还有 Docker 呀，好厉害！好久不变这个路由器了，发现里面东西变多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两个是游戏加速吗？不记得了。Guest WiFi，有需要的 IPsec VPN，这个看吧，如果有人有苹果手机或者苹果系统下拨号到自己家，那 IPsec VPN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对吧？OpenVPN 啊，那这个楼主特别喜欢 OpenVPN Server，对，用的是 OpenVPN Server，所以楼主从这个家外面可以 VPN 到家里来，对。真棒吧，那自己去看吧。哎，K3 路由器应该有 USB 接口的吧？那挂一个硬盘可以用真棒了。好，酸酸 plus，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啊，我都帮你装上，或者你自己选择吧。一般对啊，这个会比较常用一些是吧？但这个也比较常用。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不清楚，反正看你自己喜欢吧。还有些都说的啥？So，那我帮你这个编进去，这个放进去。抽着，放进去。这也是下载工具。没有什么东西啊，下载工具啊。好，那就这些就够了呀。刚刚，然后还有什么字体什么的就不要选了啊，因为我只是给大家做演示，所以 OK。那现在把这个保存下来就好了。那保存下来了之后，你照着 LDAP 的文档往下就好了。它的意思就是你先这样子去下载，注意这一步是需要全局 QQ 上网的。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呢，干嘛呢？他是说首次编译的时候用一颗线程编译，但你最大看你的 CPU 的核数，你 CPU 的核数比较多嘛，那你的线程数可以多一些。那先下载吧。因为我这是全局 QQ 上网，看起来比较快，是吧？然后都下载完了，那就编译啊。编译嘛，看一下需要多久，请你加个时间。OK，好，我们这个已经编译完了，哦，花了挺长时间哈。然后它的编译的结果是在这个 build 目录里面啊，build 目录比如说 target，然后哎，其实有很多的文件啊，那我们不是已经选了这个 K3 吗？对。那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只不过可能它的芯片的平台都是一样的。
对啊，这个平台都是一样的，啊，品牌好多啊，而且每家使用的这个扩展名都是不一样的啊。我用过这个 D-Link 的，它是 D 结尾的，我看 Linksys 也是这个结尾的，这很奇怪。那不知道，反正大家自己玩嘛，自己去选自己的啊。那 K3 嘛，那就是这个。好，那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祝大家五一节快乐，拜拜。